天吃蛋糕系列，海盐蛋糕，雪媚娘，泡芙，毛巾卷，还有个肉松蛋糕。Hello， 这几天在老家，然后买了这个，好多奶油啊。好吃，蛋糕体特别的软，他们家奶油都是属于比较很淡很淡的那种，就很好吃。奶油真的好淡，吃很多都不会觉得腻。太好吃了。爆浆蛋糕，这个奶油是咸咸的。有点咸。这个奶油不是很喜欢，是咸咸的。好咸啊，放去了，吃这个。这个奶油也很好吃，
这个奶油一点都不甜。我现在把奶油吃饱了，不是吃腻了。拜拜。Hello， 今天吃这些糕团，我先吃一个紫薯的。真好吃。好吃。Thank you.